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奇跳的变形金刚分享》，今天就是我们1229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做的这一款，那个是属于动画版配色的 Megatron， 它的原模具呢是来自于维城系列啊，在第一波的时候呢就推出了一个 Voyager Class 的 Megatron， 当时这个玩具呢做的其实也还不错了，但是因为当时同一批的 OP 呢表现实在太过亮眼了，以及之后的这个 Megatron 呢还推出了各个配色的版本呢，那我们现在画面里头呢就直接的比较在当时最出的这个原始的版本跟今天做的这个动画配色的版本，其实在这两者中间呢应该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迷彩配色的版本，还有另外一个是属于一个 2D 配色的版本，所以呢这一款老密的一个模具呢可以说是被用到非常的多啊。那官方就是有这个好处啊，反正呢我的模具呢即便呢我没有任何的创意，没有任何的改良，我只要换个涂装，甚至我不换涂装，甚至我涂装减少啊，也都可以算是一个新的产品，这个呢就是版权合法的一个强大的地方啊。你就算有什么创意啊，有什么改良啊什么的，你只要没有官方的授权，那你就是侵权商品啊。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当然玩侵权商品就是我们个人的自由啊，绝对你有玩侵权商品的一个自由，绝对有，但是你知道这个版权的划分呢它是归在哪一类就可以了啊。记得啊，即便是第三方也好，它都是属于侵权商品，大家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看到这一款的配色呢，从盒子里一拿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对它这个原本的这些啊是塑胶灰的部分呢，在这一次的话呢换了是一个烟熏的一个涂装，非常的棒啊，特别是前面的这一代啊，这个烟熏装不知道的话呢还真的以为是什么KO 改良版啊，怎么会官方突然有这么好看的一个涂装，对不对？那整个一个玩具的话呢，在这个坦克形态下的话呢外星坦克嘛，就不要要求的太多了啊。那我手上的这一款，这个很久没有拿出来玩了，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突然整个前方怎么有点就是扣不紧的感觉还是怎么样，就莫名其妙啊。反倒是这一款的话呢掰起来的话呢还没什么问题，感觉是比较 OK 的。那今天的这一款玩具的话呢是一位大陆的变形金刚同号呢啊，委托我呢在台湾的网拍上呢帮他做一个代购的。那他就说呢这款玩具呢啊，就如果我还没拍过，那就借我来做一个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一期的话呢就这么样的啊，说也让我白嫖了一回吧啊。那么这款模具的话它优秀的地方呢在于说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武器，那这个武器呢在人形下呢是可以变形成一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巨剑啊，这个地方到时候可以握在一个身上，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前面啊，做成是一个类似是电钻的感觉，当然没有问题的。特别是这个武器的收纳啊，在坦克状态下呢可以说是个人是觉得是达到一个非常高分的一个演出啊。从这个地方啊，这个中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空洞的啊，就刚好插过去，这样的把它给扣起来。 OK， 那炮塔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啊，没有问题，坦克来讲也是可以转动的。那这一代的话就是奇怪，我是不太记得它到底能不能扣紧，反正我找不到地方扣了啊。 anyway，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Megatron 暗中观察的一个表情在这边，呵呵，还蛮可爱的啦，还蛮可爱。滚动性的话也还可以啊，滚动性还可以，但因为它有一个腰转，你这个腰转把它转正的情况下来做一个推动 OK。 那坦克很漂亮，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由于之前的话呢是给大家做过这一款的一个人形变成坦克，这一期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呢从坦克来变成一个人吧。那么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动画版配色 Megatron 的一个变形过程吧。首先呢把这个武器呢给抽出来，然后呢两侧这个地方翻开，向前面翻过来之后呢要利用到一点点塑胶的韧性呢把它给拨开来，然后把这个凸呢给扣进去，前方这里呢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齐啊，这个巨剑的部分呢就算是 OK 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这一个本体呢完成一个变形了啊。我的习惯呢是先把这个腿部这个地方啊，先把手给解开好了，先把手给解开，方便我们做一个解说。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来 ，OK， 这里把它给拔开来，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有个结合的卡扣啊，只需要把腿的话呢，沿着这个地方往侧边啊，这样抠一下它就开了。抠开之后的话呢，咳咳，把后面这一块你可以抠住这个地方，把它往后面推开来啊，我们直接从后面这样看你可能比较清楚。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先把这个地方给转出来，转上去啊，然后再把腿的话呢给往外劈开来，这样子这个腿部的话就算变形完成了，非常非常精妙的一个设计啊。再来的话呢腿的话呢把这个地方往后面抠，那这个版本的话呢这个地方啊，我这个腿的话这里往后推呢是可以顺利的推过去的，那另外一条腿的话呢就没有那个卡住的感觉，这个呢在原本啊围成的那个模具呢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啊。那另外这些也是一样，我们从斜这样的 OK 解开了，这个地方解开只要能够松动这里就可以了，
再把这块部件往后面翻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大腿内部这个地方转一圈，转上去，转上去，然后腿给打直。那这个这里注意啊，这两侧这个你看到这边，这边如果你压下来推不下来，就请你把它转到另外一侧啊，因为它两边的话呢都可以达到一个变形，但是呢这边这一侧的话它才是正常，腿要完全伸直，你就只能够转这个方向到下面啊，给各位提一下就知道了。再来的话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推上去，再来把腿呢给转到同一个方向。那我们这个脚后跟这边啊，这一边的脚后跟呢，这里它就是没有那个卡住的感觉啊，这一侧有，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个是原本最早的模具呢就已经存在的一个问题了，并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改善。接下来的话我们进行上半身的变形啊，上半身的变形的话呢，先把这两侧，这里两侧有这个卡扣把它给松开，松开这块部件呢把它往后面推上去，整个推上去。再来的话我们把整个部件呢这里往上面，这里整个提上来，整个部件提上来了啊，提上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部件呢这里整个的先把它给翻出去，翻正。我们把这个部件的话呢这里我先把手呢给转到下方这里哈，这里方便我做一个变形好了。这里的变形就是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把这两侧这两片往中间挤过来，这样子，这样子翻进来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刚好有两侧都有凸根，然后在这里接着做一个结合。OK， 背包就算处理完。那刚刚只是方便做一个展示，其实他的手的话是要转成这个样子，啊，就是把这个缺口是全部转在同一个方向啊，如此而已，并没有特别的一个难度。手的话呢，可以先往前靠位了啊，可以先往前靠位啊，这里再把这个背包的话往后面整个给放下来。放下来之后的话呢，这两侧是凹洞的，跟上方这个凸呢是做一个结合啊，上方有凸，这样扣上去，它这个背包的一个结合的话算是比较稳固一点的。然后下半身做一个腰转，好，这个变形的话呢，可以说是一开始的话呢是记忆点来讲的话呢是稍微的不是那么好记，没有像这个其他 Megatron 的玩具呢那么样的直觉啊，这个还是稍微要是想一下的。而刚在变形的过程当中呢，我这个手炮呢刚刚呢两手给弄反了，如果你要把它反过来装呢也不是不行，它也是可以装，而且呢这一侧的话呢其实它的细节呢反而呈现的比较多啊，但是呢因为另外一侧呢它是有一个这个涂装银漆在这边的啊，为了它一个整个造型的一个完整度的话呢，我们还是把它转到这一侧吧啊。那本身呢最漂亮的呢当然是它的一个，第一是头雕，这个一定要再给各位展示一下啊，官方的头雕还是一绝的。再来就是一个胸口啊，这个狂派的标志呢是有一点点这个斑驳的感觉，那另外这两侧好像是被受了伤砍到了这个胸口的这个伤痕，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官方的涂装而已。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呢，这一款是做的相当的可以，这个诚意度算是比较够的了啊。那后面可以看到啊，这一些烟熏的效果呢可以说是大量的来做一个使用啊，越大范围的部分呢都是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那围城系列的一个这种像是溅到水泥的这种脏污的部分的话，就只留在这个啊，算是留在最重点的部位了啊。那武器的话呢，这一款的一个兵器的话呢也是有一点点涂装在这里，它是一个铁灰色的啊。那原本的一个还是稍微拿出来比对一下好了，原本的这一款版本的话呢则是一个啊比较整个是涂银漆的一个感觉，两者的话呢放在一起呢，你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啊，这一次的一个涂装呢为这个模具呢可以说是提高了非常多的分数啊。我记得我刚入坑的时候呢就经常听到说什么涂装是玩具的生命啊，当时呢并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好说的，好玩才重要。那现在呢可能玩玩具的时间呢越来越少啊，大部分的时候呢做一个摆饰的时候呢，你就会慢慢的感觉到说，哎，真的是涂装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一期的话呢就非常感谢这位大陆的变形金刚同号呢我帮他代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同意呢让我把这个玩具呢给做一个开箱，跟大家做这么样一个分享啊，没想到他的涂装是这么样的精彩啊。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